前我们都持续在进行灌浆回填的作业，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接受回报已经回填360立方公尺，那回填的高度也已经来到地面下的2.9公尺，也就是达到了达到3公尺就已经是符合安全目标值。当然我们会持续的回填，那预计在中午12点左右就会完成回填作业。另一方面我们也进行了相关数据的比对跟检测，所以目前了解就只有在大家所看到地面塌陷处这一侧东侧超过15公分，那在西侧南侧北侧目前比对的监测数值是正常而且也都没有地面塌陷以及临房倾斜的状况。那另一方面我们昨天也即刻针对这一侧树木避免倾倒而且届时回填之后树木也可能无法存活，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已经完成了4棵黑板树的移除。那另一方面管线，自来水管线这一侧我们水处这边检测之后并没有漏水情形，但我们还是在透过透地雷达来进行检测我们会持续的监测。那另外的管线包括我们这一侧也看到并没有瓦斯管线开关阀，那包括雨水污水还有电力电信的管线我们检测之后也都属于正常安全。那但是我还是要求包括水利处公务局全面的做一个清查确认没有任何破损安全。那另一方面我们其实也依照建筑法规也进行了勒令停工以及施工案的开罚，那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监控整个状况所以我们会确定在基地内侧的回填完成之后，然后各管线安全无虞，我们就会进行路面呈现的灌浆回填。在那个塌陷相关的事件，其实在院内已经是第二次了，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处理好像相对跟过去是比较明快一点点，不过好像还是有一些时候必须要调整。其实每一次事件发生我们都会做一次检视，其实机制只要完善，那每一个人员只要落实整个机制的运作，其实反应就会非常的快速及时，那确保各项的安全。所以当然我们现阶段即刻的把回填作业完成之后让一切恢复正常。那另外那个许淑华议员有说在年前的时候他们好像就有接获有一些影响的通报，那市长这边有相关讯息吗？我们会去监管处做一个全面的清查。主席问一下时事题，就是昨天晚上有这个台北市又有地层下陷，那你怎么看好刚刚好在你卸任后好几起地层下陷？那台北市本来就是那种地层下陷，那个叫显示器嘛，那个其实去公务局的网站上看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地层下陷的显示器有好几个，因为本来以前这个地方就是盆地嘛，所以本来就有这问题了。那你觉得这是建商的问题吗？还是本来地质就是要需要多进一步的检查？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做的地图已经相当完整了，所以那个应该说高危险区。要能够事先知道的，那做必要的措施。今天晚间大概9点左右，我们接获通报之后，在台北市松山区庆城街及新安街交口一处新建工地地面下陷。那第一时间，我们就即刻通报 EOC 新建工程处，还有经管处、警察局、消防局等，还有建管处。区公所等相关单位，那第一时间我们也即刻拉起了警戒线，那没有任何人员伤亡，那有4辆停放的车辆倾斜，那目前了解这个新建工地还没有进行任何基础开挖，那这边准备要做连续壁的工程，但都还没开始，而只是在做导沟，14公尺深，120公分宽。那初步了解是内部支撑力不够，然后造成导沟外部下陷，然后旁边外导沟旁的路面下陷，才造成车辆倾斜。那目前我们正即刻紧急回填，那先就内部导沟的部分
然后接续就会就路面塌陷的部分来进行回填，就是将所有的影响跟冲击不要再扩散。好，所以目前都已经在掌握整个状况，前进指挥所也都已经完成开设。好，所以相关局处都会进行后续的整个控制。副市长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就是这个案子的话，目前是不是会等回填完之后会勒令来停工呢？会，这个案子现在做回填，那完了以后我们还是会要求他先行停工，那重新送这个复工的计划，我们审定安全的时候才会再让他复工。哎，因为还没有开工，然后就发生这样的地层下陷问题，有觉得说他不是没有开工，他现在正在开工，那也在做导锅，但是因为他旧有的地下三层，因为新的跟旧的在施工的时候，那原则上导锅往内倾，所以才产生坍塌，所以还没有做连续壁，也还没有开挖，所以只要把原来的土再回填回去，让它稳定，大概就可以没有问题。我想大概到明天早上，应该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回填完成。哎 ，OK， 好好，谢谢，谢谢。报完要多久呢？